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社，我主要是做变形金刚玩具开箱的。这一期的话，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吸引到一些新的观众朋友了哦。我对于可动人偶类的玩具呢，其实接触非常的少，所以有时候真的只是挑外表来买而已啊，我就这么诚实。那么这一款呢，由蜗之壳啊，或者念瓜之壳啊，因为瓜牛还是蜗牛啊，这两岸的读法有时候不太一样。这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第三号产品啊，叫做翁奖。那我在网络上呢看到很多人的开箱的照片，还有他们自己的官图呢，真的是拍得非常的好看。那可想而知啊，这个包装啊什么的照片啊都是无声的推销员。那我的话呢确实也被吸引到了，加上呢他有戴一个口罩，这个呢我觉得呢再怎么样呢，你说他跟变形金刚里头的这个 Bumblebee 呢没有影响到呢，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了啊。这个口罩的一个形象的话呢，反正我就这么认为了。那看到了很多人的开箱之后呢，我就在网络上呢也追踪去买了。那我买的时间呢是比较晚一点啊，预购的话呢当时的话呢我还迟疑了一下。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呢？我很担心它是一个要自行组装的产品啊，我的手是很笨的啊，我组装的话眼力也不行了，一把年纪了。那直到说它是一个直接组装完成的产品的时候呢，我就很高兴呢，就立刻的话就把它给下单了。那顺利的拿到了这个产品，把玩了几天啊，做个简单的小开箱。首先的话，他们里头有一张他们自己工作室吧附送了一张感谢函啊，这个草稿颇有一点点天野喜孝的线条的风格，对不对？人物的骨架也有点像。连这个上色的感觉我觉得都不赖啊，这张图说实在话我是很喜欢啊，虽然大家拿到的应该可能都是一样啊，上面并没有什么流水号，比较小可惜。那它的所有的配件的话呢，原则上我都已经放在各位画面里头看得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开箱。我们先讲一下这简单的地台好了。地台的内部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盖板，盖板可以打开，里头的话呢可以收纳一些小东西啊，比方说这个替换的脸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手啊，这个替换的部件通通可以轻松的塞在里头啊，塞在里头那就不用担心说不见了啊。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像是蜂巢啊，或者是叫做什么 AT 立场的防护的东西呢，你可以扣在上面啊，当然也可以扣在这里头。那这个的话呢轻松的拔掉就行了啊，这个一共有三片，分成是大中小。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的呢就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还原到位啊。那最中间的话呢有一个他们工作室的一个 logo，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盖上去。那么呢，如果说各位老观众呢可能会比较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用支架的人。那么这一款这个翁奖的话呢，很幸运的呢它的背后呢有个很大的一个风的一个尾部，勉强吧就姑且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支架了啊。那站立性的话呢，就看你怎么样去 handle 它的一个重量，我们直接看它的一个细节了。首先的话呢，它的脸部的话呢一共有三张脸，一张是闭眼睛的一个脸孔。那我们直接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替换，它的一个脸的替换的话不对，应该先示范一下啊。它的其他的两张，一张是正常露嘴的，那么另外的话则是一个戴上口罩的一个版本。那我个人的话呢还是会觉得还是把它戴上这个口罩吧，戴上之后的话呢它比较有一种量产兵的感觉啊，毕竟是一个蜜蜂嘛，是一个群体生活的生物。如果不上吸油的话呢很难去做一个转动啊，那因为大家都喜欢玩可动眼嘛，对不对？那就所以我也玩了一下。那具体效果怎么样呢，各位就看画面就知道了啊。这个呢转眼之间呢我们已经把它换上了这个戴上口罩的版本。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型的组合。那拜它不是组装玩具啊，拿到之后就可以立刻拿起来玩，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那我们来带各位近距离看一些小细节好了啊。首先的话呢它的眼部的话是可以转动，刚刚已经提过了哦。那你就调整到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那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调整，有时候可能不小心会调到一些怪怪的眼神，但是无所谓，你喜欢就好了。这两个触角的话呢是要自己安插上去的。然后它这个两侧这两块部件啊，像是这个耳朵侧边延伸过来这个部件，它是可以拔下来的啊。我初拿到的时候呢在盒子里头呢它是直接是跟身体是分开的。再来看它的脖子啊，是一个球形关节，左右看没有问题。然后这一块肩部的这个造型啊，哎，各位的话呢最近看我做变形金刚开箱你会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这个肩甲的部分呢跟身体的部分呢是分开的，你看我这样子推，你看它是一个分开的一个造型。哎，最近的这个 SS
MPN12 还有这个 UT 的那一款尼洛的话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手感，手臂360度的一个转动当然是 OK 的，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腕的话呢是可以轻松的拔掉替换造型的。那么这只胳膊的话呢，我就暂时的话把它给这个手臂的话呢给拔掉，我们来换成拿武器的手啊。那我们就顺便看一下武器好了，武器的话呢是前面的造型是一个像是矛或者是戟啊，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勾住敌人把敌人拖倒的一个造型，尾部的话是一个尖刺啊，所以它应该是双头都可以拿来战斗的武器。那么武器的话呢是比较沉一点，因为它的整个一个杆子的话呢是金属部件做成的，既然是金属部件做的话呢，这个手臂的一个支撑力度的话呢就 有点面临到考验，在某些特定的角度下呢它是有一点支撑不住的，加上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话呢我这一款翁桨的这一个右手啊，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去脱落到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代的一个造型是一个软胶部件啊，所以不会影响到它的可动。上方的衣服的话呢有一些渐层的涂装，胸部的话呢是有消光的黄色，这里的黄色有一些渐层啊，最漂亮的呢就是这个大腿啦，这个像是既像兔女郎又像是反正是特殊造型的一个特殊处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啊。那脚线条很细啊，是属于少女的一个体型，然后有一个高跟鞋的感觉。那我不得不提啊，其实它这个后半部啊会给我想到这个 Final Fantasy 12的这个弗兰的那种背后的那种感觉，修长细长的一个感觉啊。那可动的话呢，各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展示啊，因为这款的话呢并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可以讲啊。它前面这个地方啊开这么高啊绝对不是为了一个开高差的一个效果，而是因为它可以提供脚很多的一个可动啊。我们如果把这个身体呢稍微缩一下，背后的翅膀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摆折，后面的翅膀呢根部呢全部都是球形关节啊，包括这个部分都是球形关节。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上方带有金属光泽的涂装，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了啊，做的还是比较细腻比较好的。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对于这种可动人偶啊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研究啊，买不买呢完全是看造型喜欢跟不喜欢，只要我觉得 OK 啊，造型跟价格我能够满意的话呢，原则上我就不会特别去做挑剔了。那么这一款的话我个人觉得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啊，主要还是在于说呢它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一个像是大黄蜂的那种感觉，这一点的话呢给它加了不少的分数了啊，那实际上拿到的话呢也不至于太弱。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